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七的微影嚟到呢个天文塔嘅，咁你打翻上次呢一个嘅组合啊，龙大唔打，系啦，咁唔知打唔打得赢啦，咁如果再打唔赢，真系要去练重啦，再，咁啊，叶伊布同埋巨剑蟹嘅，烈焰马就摆头，佢三只嘢就怕火嘅，咁然后咧呢个嘅毒气箱子咧就识喷射火焰，所以我哋要先杀咗佢先嘅，好一半。投得一半就系受我挑拨 ，OK， 杀咗佢先。好，叉字符加密攻加密防。我点解你唔打左边嘅叉字符啊，大佬？我打叉字符先。哎，液态尾巴。好。点算好咧？呢度我记得佢嘅新士好似系有不二打招技。咁不如我哋飞天啦。系咧，又不易打啦佢，仲命肉添色。巨剑蟹啦，反射盾。哦，哇！佢咁样大字烧烧死我，好啦，又要输啦呢度。我翻到嚟啦，咁我咧就冇练到啲重嘅，但我揾到可以打得赢，因为啱啱我试咗一试，应该 OK 嘅。好，咁就都系咁样嘅组合啦。佢三只都系怕火嘅。咁一开头就唔好打呢个嘅阿帕毒气箱子住，打咗阿帕怪先，因为佢系会不断开变化技。好，新士啊，咁似系加咗密防。踩只啊，热风。Oh my god！ 哇，系好痛啊！咁用火技打新士啊，好一下死。霸王花挑拨我火技啦，好保护得好啊呢一度。碎面粉我都冇谂到会中啲咩度，好啊，咁啊睇下几时醒啦呢只嘅火马，咦 OK 啦，而家得翻一队，即系一条友就有精灵啫，咁直接用火技打啦。不断加速，因为佢有最尾嗰只系叉字符嚟嘅，踩佢，咪叉字符啊之后，诶、欸，仲有只黑老家，踩，点啊点啊，赢啦，呢度烈焰，搞掂，赢啦嘛，好赢啦，啊，板木大人点解会咁噶？真系令人吃惊啊，估唔到咧呢个靓仔已经变到咁棘手啊，不过似乎咧你哋冇谂到啲嘢，或者啊，我同雅典娜咧只系一个。吸引注意力啊！咁我已经握到手啦，将你嘅探测装置好。喂，拉姆达，你嗰边搞成点啊？搞掂啊！快啲走啦，我哋。哎，你咧都做咗件好事喎、啊，拉姆达嗰个蠢材。好，我已经睇到啦，那个精灵无上嘅力量啊！见到板木大人雄心实现嘅时刻啊！我哋火之兵啊，要将所有嘅陨石攞到手啦，拭目以待啦。可恶，摆咗一度啊！不过多谢晒，好。你我屋企咧，佢话送嘢俾我，唔知送咩，应该系潜水啊嘛，因为而家就要入白城啊，好，白色嘅城啊，由白色嘅蛇围住嘅一个城镇，诶、欸，好见笑啊呢、這个潜水术啊，咁我就要攞翻只精灵出去用啦，攞翻只金鱼嚟用下先，潜水。玩水，俾晒啲技佢学啦。迟啲又知个攀木步都系俾佢学噶啦，应该好啦。呢一度就喷下水啦，费事打啦。喺边啊？睇先，应该唔系呢个位嘅。睇一睇地图先。我、哦、应该下面啲嘅，即系话喺呢条路度。咦，隔篱有条路可以行？呢条路系咪噶？我可以唔使打佢哋，我、哦、几好的。之后就呢度啦，高级球，好，消失，又要消失啦！哎，潜水咧，嗰、那个预敌率会冇咁高嘅，其实即刻撞怪，珍珠贝，大珍珠，系咪呢度啊？系啦，呢、這个就系城镇，先系回去先。鲤鱼王呢度，我记得系有鲤鱼龙打嘅。
同埋好似系可以练呢个努力值啊，攻击同埋速度啊。好，而家点啊？啊，唔系，好似要揾咗水蓝队先啊。那个醒神殿我记得就系呢一个名啦，叫做即系呢个阿伯企喺度嗰个位置，系啦，醒悟神殿啊。所以咧，我哋而家就要去揾呢个水蓝队啦。去，好就喺呢度啦。咁就拎嗰只里奥路出嚟用。好，靓仔唔好喺度行啊，快啲翻去，唔好喺度乱逛。嚟啦，呢一个就碎石啦，最推你粒。好，之后又系呢个水啊，呢一个，呢一个，呢一个，搞掂。好，大狼犬。浪啦，手刀抵你死，叫叫我走，大口风，噪音，怪异光线，扑足星星，哇死啦，死埋，火马啦呢度，好，哈哈哈，好，巨牙沙，断头台，好波一下杀死。大狼犬冲浪，哎死咗，咁啊要靠烈焰马同埋热衣背打啦。好，又系呢个死人推石位，好搞掂。之后就系攞地震同埋打大佬火马先啦呢度。Kato， 真系你啊嘛，我要咧实现我梦想啊！唤醒呢一个嘅盖欧卡，减速度啊！即刻加速度先。哇，鲨鱼，踩大狼犬火技，佢减咗两下速度，好似两下攻击啊！叉子腹照用大火技，嚟咗下，啊咁都唔死，好烧死自己。我赞扬你的确咧有天赋啊！呢嚿嘢就可以唤醒佢啦。咩话？去咗边啊？好啦 ，OK， 不幸嘅事终于发生啦！阿大，发生咗边嘅事啊？好，其实我呢度应该带只飞识飞嘢出嚟，因为而家又要翻去白色嗰个城度啦。好嚟啦，又见到两大神兽打交啊！打交，好啦，而家应该要入神殿啦。好，入神殿捉蟹仔嘅，终于去。OK， 快啲，快啲，快啲。好，捉蟹仔啦，而家因为有蚊怕水嘅，所以未得。哇，鸭嘴龙，边个喺呢度？未知图腾。定系有分几多层嘅咧？试下攞一层睇下先。有啦有啦，即刻有大嗰只添啊！呢只系呢招应该未必死嘅咧。哇，死咗喎！居然哇，佢反伤反到好痛。好，又未知图腾，未知图腾，未知图腾。未知图腾，再嚟未知图腾，得得，好，我哋捉细只啦，唔好捉大只啦。哦，俾人吸死埋添，算嘅，叶衣背出嚟捉啦呢度，搞掂，一下搞掂啦。好，之后就去打啊，唔系揾阿米可嚟啊，米可嚟决战咧，似乎咧已经逼近啦。曾经咧系管主嚟嘅，不过咧某啲原因啊，就交俾咗老师阿Don啊。嗰两只咧制造浩劫嘅精灵咧系超古代精灵啊，仲有另一只烈空座啊，咁咧就可以平息嘅天空之柱嘛。OK， 打咗几廿次已经，脱冻绳之后我哋就要去。
嗰个嘅乜鬼嘢啊？天空之柱就揾阿杰空座。好，咁我咧已经去咗嗰个城镇噶啦，即系天空之塔，天空之塔最近嗰个城镇就去过啦。所以只要带只雀仔出去飞就得啦。好，睇下睇埋只种子先。加特防减特攻，咦好喎、啊，威一尼捉个好嘅特性其实。铁壁、寄生种子，好，而家仲揸招草技就非常之好啦。飞行系啦，雾水阵，咁呢度只要向右，向右然后向上咧就去到呢个天空之塔噶啦。天空之柱，好，我真系好抱歉啊！一急咧就将你摔喺后面，我已经打开咗门啦。好啦，我哋行啦，地震啦，我哋快啲啦！大镬啦，呢一度都有天气啦。好，呢度就掹下水。喂，你两个又喺度嘅？火箭兵团啱啱先打开道门，点会喺入面啊？你哋，我听到点会有可能啫？低能，点解你哋会喺度啊？真系。范磁蛇是超世代的精灵嚟嘅，佢哋。哇，毒死我！冲浪，好，我都死了应该呢度。哇，好多只精灵啊！佢呢度梗系用火技啦。阿帕怪就照用啦，火技，好，毒气箱子。要用火技喷射火焰，大火啦，用火焰用，我记得火焰用有得偷嘢嘅，即刻偷咗你嘢先，索要啊，系啦，有嘢啦，好，跟住即刻开剑舞先，神秘护身，一嘢打死佢，唔好意思，应该熔咬先啱，我唔记得咗，哇佢。一下打到咁痛，点解啊？把木大我都再翻嚟嘅。喂，做咩喺度啊？核心代码就喺前面咧，嚟得及，应该喺佢嚟之前啊。好奇怪，点解一路咧用呢个幻影潜行过嚟嘅时候咧，冇见过任何一位四将军嘅咧？四将军系咩？四天王。睇嚟你已经估到一路潜行过嚟真系辛苦啦，不如咧喺度消失啦，好好休息点啊？你睇得通我嘅幻影居然？好遗憾，冇办法睇到你嘅幻影，不过咁又点啊？把木大人睇到你得啦，不仅仅封锁一部分嘅管理员权限，亦都部分得到咗呢个嘅管理员权限系嘛？完全中计啦！今次总可以同你算账啦。喺上面嘅窿跳落嚟嘅，之前就系你害得我失败，今次俾你睇下失败嘅滋味啦。先系你，然后咧嗰古君都会搞掂佢嘅。啊，永别啦！而家咁窄嘅空间，同时应对四个干部喎，抱歉啦。做咩啊？唔知道发生咩事？咦、欸，有啲火箭兵团喺度。野猪就话俾你听，其实我哋咧系搭飞艇去塔度又落嚟嘅，即系唔系自己人手行上去啦，就系靠啲破门阻道上去嘅。好，火马，好啦，小拉达，火技，揸下，哇，抵死啊，撞死你自己。今次一定要啊！活日罗，好，蒙夏拿呢只叫蒙夏拿，原来，哇打死咗我只嘢，死啦！寄生种子，哎中我催眠，好呢只已经咁有威力啦，34咧，铁壁，啊电磁波，螺旋扣，螺旋扣。吸死佢啦！搞掂，先重新翻只火马先啦。最重要都系只火马啫，其实。同埋个正饭俾烈焰马啦，个药都俾埋佢食。好，上去。咦？呢度都已经要搭车啦，咁快。音速自行车。原来第一架得噶啦 ，short 咗添，真系有人上嚟喎！哇，滚动岩跳先，我都估到你自爆噶啦，呢条友，好在即刻跳得切啫。
踩只六十咧，唔可以再俾你行前一步啦。烂泥火技，好一半储存能量，咁啊大火啦，唯有用阿帕怪照用冲锋。啊，又中毒，佢都烧伤，但我嘅中毒系麻烦啲，因为我仲要继续打上去，系啦，要继续打上去，咁先解咗个中毒效果先啦。烧饼系 OK， 喂，哦，有意思啊！喺我咧四将军全部入呢个房子中心嘅时候啊，你咧一路追踪我嘅行动啊，直到嚟呢度啊。敏锐而果断嘅人啊，我欣赏你好强者噶。不过咧，等我对你有呢个期望啊，所以咧俾咗个难题啊。你解开咗呢个难题啊，但系吸出嘅结果咧，唔系我想要嘅答案啊。你只不过系好似啊赤焰虫同埋水唔同嗰啲啊愚蠢之徒咁啫。我同你咧冇咩共同嘅共同点啊。我同佢有呢个对于力量嘅渴望，所以才会执着咧陨石所具有嘅力量啊。但我同你唔同啊，我冇愚蠢到咧去扰乱呢个世界嘅法则啊！我哋火箭兵团嘅目标咧系成为霸者呢个世界嘅，而唔系毁灭呢个嘅世界啊！我拥有可以凌驾于我嘅野心嘅理智啊！呢个就系我同你哋本质嘅唔同啊！唔会好似啊你哋一样成为神嘅傀儡嘅原因点啊？唔识读嗰个字，霸者裂空座喺嚟自太空嘅陨石咧。呢、这个堕向呢个土地嘅时候咧，用强大嘅力量咧，将陨石均到粉碎啊！陨石嘅力量咧，都被你分开为四种嘅碎片啊！石之洞嘅温和黄，冰雪之心嘅沉静蓝，烟特山顶嘅炽烈之红，同埋最后嘅天空之柱纯洁之绿。边会估到你啊？收埋喺自己度啊！完全超出咗我哋嘅探测器范围啊！即使是宇宙中心的探测器都只能探测到极其微弱的反应，不过最终都是我手到继续沉睡裂空座。裂空座似乎渐渐在这个沉睡中开始苏醒，或者就是你刚才使用的力量有了共鸣，龙与龙之间的共鸣似乎被我说中了。这种力量根本不可能是人类的，你只不过是被这种力量渐渐侵占，好像你这样的人根本对我没有威胁。蓝色巨包重甲暴龙，快走，冇可能赢嘅。哦，破坏棋盘嘅人已经倒下啦，最后嘅棋子都企喺我面前啦。好啊，你听唔听到啊？你手中嗰三块碎片喺度呼唤紧呢一块，佢哋想要重合为一啊！普通攻击、防御、速度四种不同嘅力量咧彼此激活啊，四种不同嘅形态任意转换啊！究极嘅宇宙病毒啊，呢、這个迪奥西斯。即将再次诞生，你又等咗好耐啦！多次破坏火箭兵团嘅力量咧，全部展现俾我睇。好啦，反派应该系最劲嗰一个嚟啦，系嘛？喺管主入面嘅最劲嘅一人，好起死回生，越扣得多越痛嘅，啊唔系，佢嘅血量越低，嗰、那个威力越高，我记得好似系。咁大火啦，唯有。哎呀，好在，哇就死，点啊呢度，我冇重打赢佢，应该都急冻拳，佢都傻下傻，点会用急冻拳啊呢度？飞跳，一夜砸死你啦！尼多王，好种子，寄生种子，唉。好，应该会输啊呢度，不过都打埋佢先啦呢度。大火，一下撞死佢啦，同归于尽。尼多后光合作用，哎，讲得切，唉，讲唔切，输啦。好嚟啦，继续打啦。但我好似未换重啊呢一度，保护先，忍耐。剪刀断头台，剪刀断头台。剪佢啊！啊，剪唔中，保护起死回生啊！佢用
火爆口啦，魔肉起死回生，噪音。好，嚟到下啦咁。既然你用起死回生，一嘢劈死佢，速度再斩死佢啦，争一下。唉，俾佢开到起死回生。烈焰马啦呢度，踩佢。尼多王，尼多王咧，叫剑蟹啦，保护喷射火焰用，哇十万伏特即刻换技，踩佢，黑淤泥火，尼多喉，踩佢。急冻光线，踩佢，好赢啦，应该赢到嘅。三地鼠，冇技打我地鼠，系啊，冇地冇技打，巨钳蟹死咗，所以冇技打佢，踩佢，好一下踩咗，差唔多死，不易打，得啦。呢、這个超铁暴龙啊，叶衣背啊，先用索要，系啊，攞咗去净化先呢度。光合作用，光合作用，岩崩，好啦，整个种子你睇下先，寄生种子，好。逼好开唔切啦，唔紧要。烈焰马飞跳啦，得好啦。之后呢度用普通踩或者火应该都死嘅。哇，佢回血唔紧要啦。火技急冻拳，只要唔中呢个嘅急冻状态就冇乜问题噶啦。替身。吸死佢啦！哇，差啲死我都。新士亚，唉，新士亚就死啦。新士亚应该系有不易打嘅佢。哎，冇喎，好嘢，赢到啊！不过都系靠只雀仔存在，即系未死先赢到啫。好啦，咩好啊？我点会输噶？唔通啊？因为咧，唔通因为呢个程序啊，建立喺呢个意识之上啊？强烈嘅潜意识啊，战胜咗被控制嘅系统啊，做得好啊！会唔会依个力量就喺前面啊，仲差少少，绝对唔可以喺度停低落嚟嘅。把武精灵全部恢复，头先嘅潜在意识啊，同呢个核心代码嘅属性发生冲突，导致咗系统嘅混乱啊，开始任意用呢个其他程序功能啊，咁样咧冇办法赢到佢嘅，成个系统都会瘫痪嘅。唔好意思啊，喐你，我要咁做啦，等我嚟咧。系变龙定乜鬼嘢？你赢唔到我，你应该好清楚。我知道啊，核心代码属性咧冇可能动摇嘅，除咗两样嘢啊，两个呢个系统咧冇办法控制嘅嘢啊，两个身为核心代码嘅你嘅漏洞啊，咁就可以能够破坏你不可战胜属性嘅凌驾于系统嘅本身意识，好，同可以赢到你不可删除属性嘅我嗰种诅咒而嚟嘅力量。你嘅目的系咩？你究竟讲咩啊？我被写出嘅目的咧，就只有一个目的啊，就系杀灭呢个病毒。你话迪奥西斯啊，唔系，系你啊。好，明明系同一个灵魂啊，可望佢同样都系呢个迪奥西斯嘅力量啊。个男人希望咧，使用佢嘅念视能力咧，嚟揾到过去失散嘅仔，并且为咗自己嘅仔不惜赌上性命啊。个男人咧，只系执着于力量啊，系咪因为咧人格代码嘅唔完善咧？如果唔系嘅话咧？呢啲世界真有啲无聊啊！阿旭嚟，好点啊？发生咗咩事啊？我都唔知咩事其实。咁咧产生咗共鸣啊，几块嘅碎片，好六碎片，好啦。呢样咩嚟噶？呢样咧类似系统删除机能嘅能力。核心代码咧只有被铲除一瞬间啦，所以你利用呢一个瞬间将自己强行写入啊，然后同重新生成嘅板木代码。重叠在一起嘛，呢啲混叠啊嘅无效代码咧，之后就俾呢个恢复嘅系统咧删除啦。好，
俘虏马，你都系将自己当系一只棋咁用啊。虽然咧唔清楚原因，但系所有嘅病毒咧都已经清除咗啦。记忆引导咧已经回到正轨啦，醒来已经系迟早嘅事啦，唔会再有危险因素啦。呢个系上传程序，快啲追踪个程序啊！喺通过实验室内部嘅，喺梦实验室机器嗰边啊，有二五仔，可恶，俾佢走甩咗。当时佢好似咧有留到呢啲嘢信息啊。我们 Critio 见，我唔识读啊，唔知系咪咁读嘅我。好，点啊？好啦，好啦，啊你冇事嘛？见到一巨大飞艇嚟咗呢度，然后听米可尼咧，米可尼先生讲你都喺呢度，所以就嚟咗啦。飞艇唔系喺顶层咩？唉，算啦，你冇事就得啦，真系啊，成日都系咁，一直努力向前。同我一样咧，系新人嗰阵时一点点进步啊，开始咧渐渐可以守护呢个土地啊。但我想守护嘅嘢咧冇咁多啊，守护只系一直喺度讲咩啊。总之多谢晒，我计啦吓，系因为火箭兵有一个善于伪装嘅人啊，所以咧要确认身份啊。啊，个脑有啲乱啊，我当然又大啦。好啦，啊系要我将佢交到宇宙中心咯，好啊，交俾我啦。好啊，你快啲流离市，真系啦，蠢材。做咩要有条咁嘅线啊？好啦，我之前都唔见有呢条线啊，呢条嘅恋爱线。好，又系呢段，我都睇过好多次，真系呢一个动画。冲入嚟之后，两只嘢就潜翻入水啦。咁天空就又飞翻去天空之柱啦。好 ，OK。咁之后就要揾啊呢班人倾偈啦。好，之后大五。零七，咁啊打埋呢个冰道馆就 O K 啦。冰道馆，如果佢唔系有水冲嘅话，我应该可以轻松过关。咁但系一定有水冲啊，冰道馆，我相信一定系有嘅。好，嚟啦，得，先嚟练马先。咁你知唔知啊？冇必要咁样咯，系我教咗咪好你一切嘅。好啦，水之幻影。哦，原来系水啊，咁啊大镬啦，踩佢！哇，中浪已经冇咗大半团，砸死佢！哇，仲要唔中添，咁啊死得啦！种子，寄生种子，好，飞弹针螺旋球，螺旋球咯，叶衣贝，叶衣贝又系食冰，好危险。巨钳蟹啦，又系合金爪，哇！十万伏特，火爆侠会唔会好啲咧？手刀，哇！识超能力添，咁劲咧，即系启，即系步步背背龙，哇！我仲谂住可以轻松过关添，点知呢度已经打唔入啦，开始咬死佢，或者我呢度应该偷一偷佢嘢先啊！一嚟先偷正饭先啦，咁但系唔知够唔够快咧呢度？好，够佢快嘅，急冻光线有佢急冻啦呢度。之后佢又有超能力技嘅，佢有超能力技啦，十万伏特冲浪同埋一招急冻光线嘅。呢只啦，唯有呢招。其实我应该用火都冇问题。好啦，应该用火添一组。落天河童就系水草嘅，水草就好种子啦，寄生种子。啊，唔系，佢草系，我都唔记得咗添。飞弹针，我又有正饭，仲要用咁多影子分身添佢。冲浪。螺旋球呢，好，都系要火马出招啊！唔中，哇！佢又玩呢个寄生种子喎、啊，好一下打死鲤鱼龙，对剑下先啦、啊，有咩技啊佢？龙武，吉死佢，冇啦，吉唔死佢添。水飞侠踩佢啦，呢个一定要冇啦。不
不过都仲有机会嘅，试多次啊，唔得就下集翻嚟再打啦。好嚟啊！一嚟就踩一踩佢先。哇，好痛！火技。好，落天河童。好，踩佢。哇，一嚟已经冲浪啦。巨钳蟹。哇！手刀唔得啦，输啦，下集翻嚟继续打啦，系咁先，拜拜。